站上颁奖台，拿起奖牌留下纪念，他就是羽球国手王麒麟接下来的新搭档，21岁的邱相杰，绰号小肥鹅。国三的时候出国，去印尼打了一场国际赛，对，那时候打到四强的时候是对到韩国的选手。面对访问，侃侃而谈，拿起球拍杀球的模样，让不少粉丝为之疯狂。21岁的邱相杰将在李阳隐退之后和王麒麟重新组合搭档，身高将近190公分。因为帅气的外貌，被封为羽球男神，还是前职棒选手邱文生的儿子，甚至常常在 IG 上和跆拳道国手罗嘉玲放闪。而这个月20号在日本公开赛将会是他跟王麒麟首搭，紧接着27号则是韩国公开赛。确定了，确定了。那就是因为我们第一场比赛是日本公开赛，就两个礼拜后就会去出赛，对，所以希望，没有什么搭配的时间，但希望就是可以。用以赛代训，然后看磨合的状况怎么样。王麒麟坦言，在回国后没多久就会和邱相杰搭档，8月打日本羽球公开赛双打初登场，但两人先前都没有搭过，能不能配合好，得看双方怎么磨合。因为他们还没有，其实没有真正的搭配过，然后其实也是透过一些比赛来去磨合，来看看说这样的模式，或者说我们打法有没有需要去做改变，因为还需要蛮长的时间。人称金牌教练的陈宏霖，未来同样会继续当王麒麟及邱相杰的教练。面对未来都还是一大挑战，得看怎么磨合。邱相杰目前男双世界排名第50，混双则是第46。林杰佩将成为全新组合，但两人身高都将近190公分，是双塔选手，该如何搭配也让外界瞩目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TVBS 大运动家，运动迷一起竞技的殿堂，马上下载，跟中华队一起 all in。